真的很丑，真的很丑，很重要，说三遍。大家好，我是泰源，本当少年党，民民党。欢迎收看 ，This is VV， 就是 VV， 我是小杨，我是明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你又把它。放在我面前了，有吗？哦，有。BTS idol 到。那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娃娃。好吧，那我也不用让他猜里面到底是什么啦，都已经写着 BTS idol 到，而且上面还有名字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打开吧。好，拆开啦。我总共买了七个人哦，所以我这箱有四个。我这箱里面我看一下，三个。七个花了多少钱啊？我这样七个人哦，我想一下，5493。那这样一只多少钱？784。这样子感觉没有很贵哎。哦，我想一下，它现在还可以买啦。玩具反斗城上面它现在是一只我记得849吧。你不跟我讲说被买爆了？我订的时候是5月31号我就订了。然后，因为我是前天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本来有七个人套组，然后他七个人套组一下子就没有，所以我就5月31号就想说，哈，只剩下一个人的那我就赶快订。我还早上打电话给玩具朋友城，他们就说，只剩下一点点了。可是我买完之后，当天后来就断货了，所以就再也订不到了。所以这不是限量的。当时我以为它是限量的，现在你在官方 App 上面也可以找到它。然后玩具反斗城现在也还有在卖，想吧，5月31，我们今天是8月29，30，今天已经8月30了，他29号的时候才寄出，我中间问他两遍，他一开始说，七月中就会发货喽，然后就去问，他说，8月才会发货，8月中就会发货，结果我8月中跑去问，他说，这个8月底就会发货喽，想说你们一直在胡说，我到底什么时候会寄过来？因为我看到外国都已经收到了，哦，所以全球是不同步的就对了。我猜，因为是这个牌子是美国的嘛，就是美国的芭比娃娃公司做的，然后我猜美国会先拿到，然后再来才会发到亚洲来，然后亚洲就会比较后拿到。只是我想说那时候不是跟你讲说它断货哦，对啊，所以我就疯狂订了丑娃。现在我发现就是官方他们自己出了一个 app， 那个 app 也买得到，所以它其实也不是限量，也不一定要在玩具分头申请。对，你应该在亚马逊或者是在芭比娃娃的官网，或者是在。BTS 的那个 app 上面应该都买得到啊。BTS 上面那个 app 我有去查，因为我觉得没送，我就去查，我发现就是官方比较贵。官方比较贵，为什么？它原价好像一个要24块美金，那现在美金的汇率比较贵嘛，所以它等于说一个要750左右。嗯，然后750我看一下它一个的运费，发到台湾就要12块美金。那12块美金不就300多块了吗？那这样加等于一个娃娃要1100多块，所以其实要在自己的国家在玩具反斗城卖是最便宜的。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大批进货嘛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所以他可能海运运费稍微比较便宜一点。所以他是正版的，确定就对了。他是正版的，上面写了这么大一个字 ，Mattel 有没有看到 ？Mattel。Mattel 是什么 ？Mattel 就是美国芭比娃娃公司。哦。中文翻成美泰尔。Oh. 他们还出了很多，就是娃娃跟玩具就对了。好哦，有这里有写个 R， 所以有写个 R 你就觉得是正版了。对啊，因为他写个 R， 我可以在你中挖一个 R 吗？我一直都是正版的，盗版的羊。那我们就打开给大家看喽。哦，我觉得后面包装这是 Fake Love 的照片吗？时候的照片吗？是吗？我觉得。包装也不错，是谁？我想一下，吉米，哎，有写名字，你是看哪里？嘴唇？没有，我看到上面写的吉米。我是说看脸哪里像，不是这里看字。然后再来第二个人，我知道这个，这个吗？苏卡，我以为是大哥哎。
总是 Z-Hope 了吧？耶、yeah! ！好奇猜对了。再来换你了。这个是泰亨吗？不是，全金宝不是泰亨，他不就是那个爆炸头镜？我为什么要用头发颜色来猜是谁啊？我的妈呀！再来，终点戏。这是泰亨，我认得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泰亨，本当少年党，明明的。他的眉毛没问题吗？可以吧？其实我不会觉得做很差，我觉得画的蛮不错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可是。怎么太出来啊？这谁？国用头发认的。大家看一下国，这个神秘的下巴，为什么是秃啊？最后一个我知道是谁。超不像，超级不像。我觉得很像别团的，什么线胡子。Who are you? Who are you?所以你看到成品以后，实物以后，你、欸、这个脚底，这个脚底，对啊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认真想一下，我刚刚说多少钱来着？800块吧，780-40吧，我一定要让它保留在700多块，就差16块。而且我买的时候还用了一大堆优惠券哦。哦，对啊，所以就变便宜了。我刚刚想说，哦，一个娃娃800块不会很贵，可是。看到实物，觉得这也是有点廉价哎。是不是要拆开来看啊？拆开来，可是它的包装让我们不敢拆啊。好了。但是为了开箱给大家看，四明牺牲了他自己，还是拆了。拆开了，你们看一下。马上开脱衣，太黑我来了，别害羞哦。王一奇哦，太神秘了！这衣服我以为是两件事的、啊，我以为它是扯在一起吗？对啊。哦，所以它没有袖子，偷看，没袖子。啊，800块。哦，它这样子烫实在是很丑，我都以为你是烫玉米须吧。我觉得长得跟我比较像。也没有吧，他那个眉毛我实在是不可以。头发，头发可能就还蛮想要把它修剪一下。他好像3天没洗头。你说因为很油吗？对啊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他那个细节做的，每个人有点不一样。啊，泰亨的话，我觉得侧面是真的蛮像的，一点点。吉米的侧面好像哦，就是哎、欸，南俊侧面也还不错，这样南俊这样像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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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点，这样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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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了。你说把眼睛遮掉吗？没有啊，我是看他脚，这个角度还蛮像的。OK， 这样，可不能正面，这个就下面看还蛮像的，这样子看。这个角度还蛮像的。屁啦！你要买这个，我觉得很丑，有的都不像，真的很丑，真的很丑，很重要，说三遍。我觉得不错哦，特别是泰亨长得 OK 哦，他才700多块而已，你要要求他要多好？可是我觉得官方可以让他做得更有质感一点，做得更有质感，我觉得。它也不过就是700-800块的东西，它有建模，你看嘛，它有其实有做出，南俊的酒窝，然后它有做出吉米的嘴巴啊，它嘴巴我特别画比较厚一点，跟别人比起来，而且你不觉得这样玩起来很 happy 吗？就可以爱干嘛干嘛嘞，
你看，例如这样，就是兄弟情。所以你觉得这 CP 值是可以的？我觉得可以。如果他700-800块这样一支，然后全部全场买起来，我可以5000块。那我有买过很好很好很好的花。嗯，这是他的盒子。这是他的盒子，然后后面有洛基的照片。我觉得可以。那你剩下多少钱？可以好几万吧，1-2万。它里面还有就是，因为这是限量版，这个版本限量版。它里面还有就是它的手跟它的锁链。哦，配件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要配一下麦克风才是，衣服做的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美丽。我觉得超像，超棒。这一家很有名，它是那个 Hot Toys 出的。这一家所有的娃都会连皮肤的，你看它的皮肤纹理都会做出来，超像的，非常像。我觉得这样子的我可以，这样子的我不行。这一只要20000块，这只要800块，你觉得哪一个你买得起？其实都买得起。800块我还是觉得买得起的。800块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就是学生吃8天的便当。你有发现吗？我吃土8天可以买一个娃娃跟。八天买一个娃娃跟吃土200天买一个娃娃，你要吃几天土？而且我吃土了200天，可能来不及买。我觉得其实已经比我想象中的没有那么丑了。老实说，当然他刚出来的时候我想说，哇靠，怎么可以做这么丑？可是你看一下它的价钱，实际想一下的话，就差不多了。反正芭比娃娃长这样正常。如果你要拿芭比来比的话，对吧？就长这样，就是还我觉得还算蛮正常的。跟肯尼巴奇像。还有特别帮他们建一个亚洲模就不错，其实。哦。你没有看到7个肯尼排排站已经真的不错了。懂。懂吗？他们已经很有良心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让大家回应我们，就是如果是你，你会接受849块一只长得87像的，还是20000块一只非常精致、非常之漂亮，可以当传家之宝的？啊，你这个那个你想要哪里的哪一种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接受哪一种吃土法。那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欸，他的关节好难活动。我主要是动配音。哎呦。